啊，大家好，我池子啊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喜事啊，就是那个小小池啊出来了，哎呀，真是咱们这个当爹了啊，再也不是小孩了。我这紧赶慢赶呢，从那个三亚往回赶，然后这是赶上了。赶上了，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亲身在那块儿，所以说这从昨天晚上开始进入那个，刘洋进入病房，一直到呢早上到现在啊，我这就一直都没休息好，光一人都抽了2包了，啊，实在是这紧张啊！我一会儿给这个打电话，一会儿给那个打电话，我出不去啊，我还着急啊。哎，快看看你儿子！快看看你儿子，是这样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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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等见下，了吗？等下，我等下录下来。哎呀，你还挺大呀，哎呀，小池啊，好吧，人家要送到儿科去，我再拍一下照片。啊，再录一下小视频。好，谢谢啊，多费心，听着小声听见了吗？听见这小声我听见了。你现在你录个小视频，你录个视频。待会儿发给咱们这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我先让你看看就行了，好玩吗？好，小挺好。一会儿给你妈妈累坏了，好，哎，给你妈妈累坏了，这就送到儿科检测去，哎，放心吧啊，我跟着好。在。没想到这么顺利啊，早上10点多孩子就降生了。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。哎呀，当爸了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说，但是，哎呀，我没能进去陪他们，我特遗憾啊。这孩子一看到我的时候还乐一下，然后哇一下哭了，看我这是真感动啊，真是心里。挺像，行行行，好，大家放心吧，谢谢大家，放心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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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，我等下录下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已经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。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。